好有性感，三姑六婆，三姑六婆，看到北马地区今日下午放晴哎，下雨，下午下雨，哦不会的，哦不知道怎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媒介天气主播林轩瑜。南马的地区，今天一大清早就会下毛毛雨。Oh my god， 毛毛雨耶！这种时候啊，上班会塞车啦，上班上课会打瞌睡啦，我真的接受唔到咯，接受唔到咯，接受唔到咯。我拿到的是悲伤。大家好，我是媒介天气主播秀苏诗慧。我们先来关注马来西亚各地区的天气。北马地区今天上午放晴，下午有雨，出门记得带雨衣、雨鞋、羽毛球。不对，应该是雨伞才对。大家好，我是美女天气主播三号 Annie 罗安妮。中马地区今日全日都放晴，天气相当热门啊！呢种天气咪就系我哋呢啲靓女最惊噶咯。到户外走走 hold 唔住嘅话，好容易会有噶啦地出汗噶嘛，噶啦地出汗噶嘛，噶啦地出汗噶嘛。暴走 ！Oh my god！ 大家好，我是梅姐天气主播陈爱玲小姐。大家好，我是梅姐主播陈爱玲 Jacqueline。北马地区今日上午放晴，下午有雨，出门时记得带雨衣、雨鞋、羽毛球。Oops， 不对，应该是雨衣才对。以上梅姐天气主播是 Jacqueline 陈爱玲，为大家带来的梅姐特别版天气预告。如果有什么得罪大家的话，大家笑笑就好。拜拜。